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Jeng。 你好，你好。可能很多人認識我都是因為電視節目、綜藝節目、但其實我的正職是一個 DJ 來的，即是做電台啦。所以今天呢，後面的 mon 是跟我正職一樣呢，是沒有畫面的。我見大家都很多 PowerPoint 很多圖啦，所以有少少拗底啦，我就打了個底線，是沒有 PowerPoint 的。我們今天是啦，因為我想我就是個核心嘛，是吧？我就是今天的 point， 是吧？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就唔打算去教大家啲乜嘢嘅，因为即系好老实讲啦，小妹啦，就都系一个年轻人，咁我觉得自己冇乜啲咩大道理啊，冇乜技术话要教大家嘅，咁啊，主要都系分享啦，咁啊，分享一个关于我嘅电台时代啦。我想问下，仲有冇人听电台噶？系咪啊？你班友系咪因为我喺度你先讲咋？有嘅系咪啊？嗰啲咩路过啊，的士司机播嗰啲唔计喎，即系唔系嗨到下铺头人哋播，跟住当系你自己听喎。DSE 绿袖子嗰啲都算系我哋一个好出名嘅一个特色嚟嘅，系啦。咁我哋電台時代點樣開始呢？其實係同一啲偶像劇有少少似噶，即係咧細個嘅時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啲台劇咧，就會啲阿爸阿媽會介紹一個男仔俾你聽，女兒係因為台劇啊，所以我要用翻普通話，女兒，我有個男生很精緻，我想介紹給你咁樣啦，咁我就話唔啊，阿媽，戀愛係自由噶，你冇逼我中意佢得唔得啊？咁但係通常阿爸阿媽都會逼下啦，咁然後佢哋就會喺屋企咧逼我聽電台，咁啊會播啲財經啊、投資啊、美股啊嗰啲啦，咁我就梗係唔中意啦，即係因為我個人好清高噶嘛，唔知點解一播有錢嘢咧就唔識聽，我完全聽唔明，所以我起初對於電台嘅印象係悶，好唔中意嘅。直至到幾時咧，我阿爸阿媽將佢哋嗰個佢哋嘅嗰個拍拖嘅信物，一部 Walkman 送咗俾我。我諗你哋 Walkman 應該仲知係咩噶嘛，因為考試仲要用噶嘛，係嘛？係啦，希望呢個世界唔好再淘汰 Walkman 啦咁樣。咁嗰陣時 Walkman 咧送俾我咧，都仲唔係俾我聽電台㗎，因為嗰陣時咧我係會因為細個冇錢啦，唔好鬧我啦，會落去觀塘嗰啲街市咧買嗰啲翻版 cassette 帶啦，然後咧擺落去個 Walkman 度聽歌嘅。咁直至到有一日咧，我發現到原來 Walkman 上面有個掣叫 FM。咁我撳開咗佢之後，先至發現，哇！原來入邊嘅世界咧非常精彩，就好似某一啲男仔第一次開到某一啲網頁，哇 ！A whole new world 就間住喺情人婦，你明係咪？真係好瘋狂嘅！一打開之後就發覺，原來有兒童節目聽嘅喎。我記得我第一個聽嘅節目咧，如果冇記錯叫星期日大菠蘿啊，咁我主題曲咧係大菠蘿，禮拜日共你歡樂咁樣樣嘅。咁嗰陣時就覺得好有趣啦，有啲小朋友會打上去講下阿爸唔俾我食糖咯，咁樣就係講一啲咁嘅嘢去呻下嘅啫。咁但我覺得好有共鳴喎，因為我阿爸都真係唔俾我食糖喎。咁啊嗰陣時我就冇話好沉迷於電台嘅，因為偶爾聽下就算啦。直至到幾時開始沉迷電台咧，就係一個。我中意嘅時候啦，非常之寂寞嘅晚上，食完晚飯咁啊，翻上牀瞓啦。我都唔明點解我咁早要翻上牀瞓啦，八點零鐘嘅啫。咁然後咧，我又開咗呢部 Walkman， 就聽到一個節目，來自903嘅《空中匿文》。《空中匿文》咧就係由阿 Lee 啦、Leo 啦同埋 PA 陳強去做嘅一個節目嚟嘅。當時咧，其實我係沒頭沒腦咁樣聽到呢個節目，而其中有一個環節咧。就是因為咁樣令到我愛上咗電台，咁我可以講下個環節係做乜嘢？個環節咧超級無聊嘅，嗱，譬如話我今日咧花姐魅力可以講花姐係咪？咁啊，譬如話我今日咧就見到花姐啦，咁但係我俾花姐魅力震攝咗，我唔敢嗌佢，我好後悔，好後悔。於是咧我就打電話上去同電台嘅主持講，我今日咧好後悔啊，你哋可唔可以幫我發泄下？咁然後個環節係做咩嘅咧？好啦，聽完你嘅故仔咯喎。咁陳強咧就會幫你揾一個 keywords 出嚟，譬如你今日 keywords 係花姐，咁然後主持人咧就會控制佢大聲啲咁嗌花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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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宣泄翻出嚟，跟住佢就會係咁控制佢高音啲花姐花姐花姐唱出嚟花姐，就一個其實係你打電話上去，但係玩個 PA 嘅環節嚟嘅，超級無聊。我聽完之後心諗點解呢個世界有咁無聊嘅事？
但我喜歡。所以呢，我就是因為這個環節，我想為何這麼無聊都會想聽的，就沉迷了在這個電台的世界了。我的電台的時代就是這樣開始。那時候呢，我們是很熱衷於聽電台，有幾熱衷呢，晚上就聽駕駛堂，第二天回到學校呢會跟大家去分享，喂，昨晚心理小說勁好笑咯，咁樣冇咁衰嘅個樣，嗰陣時係咁。有晏晝嘅時候呢去溫書啦，但又覺得好眼瞓啦，就會偷聽艾粒啊，聽呢個萬世巨星啦 ，weekend 都唔會放過啦，會聽心美移動啦，好想笑但唔笑得啦，因為凌晨一點阿媽瞓緊咧就。在房間有這樣的聲音，其實是很 creepy 的。就是這樣開始了我的電台年代，也都因為這樣而立志要去做 DJ。 那時候我很記得有一天我在學校的早會，我一邊排著隊，一邊看著在台上說話的那個訓導主任，我想其實早會跟電台很像，你不覺得嗎？我都一個人在說，一班人聽，電台都是一個人說的，接著你一班人聽，那有什麼分別呢？有什麼分別呢？我想了很久，那時想不明白，後來大個了就發現到那個分別在哪裡。早會是一個由上而下一言堂，有他說沒有你說的東西。我想這種模式大家都明白了，是吧？都很不喜歡了，是吧？有他說沒有你說，一言堂由上而下，根本都沒有人聽過你的聲音，是吧？電台不同，電台呢是一個人說的，是一班人聽的，但是我們那個position 啊，是平等的，我是跟你分享的。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说我是分享的，因为我好像一个朋友这样去跟你讲嘢啦，喂，你有什么心事就打上来倾下咯，我不会来教你嘢的，但我会跟你分享。分享是一个电台很重要的特性来的，也都是因为这样，我觉得电台有它不可被取代的地方，就是那种陪伴，那种好像朋友这样的亲密。我每一晚都在，哎呦，我做什么事？咩事？你话俾我听，我同你讲下我今日发生咩事，大概系一个咁样嘅关系。电台系一种好有魔力啦，系一种陪伴啦。即使而家系有好多唔同嘅频道啊，唔同嘅平台出咗嚟都好啦，电台依然有佢呢一个不可取代嘅魔力嘅。咁啊，大个咗之后就真系因为咁样而去做 DJ 啦，我就拣咗一条最正路嘅路啦，就梗系去读书啦，然后就觉得我要读咧新闻系啦，咁然后考完新闻系之后咧出嚟咧就一定系可以做 DJ 嘅啦。嗱，我唔知道自己咩逻辑啦，咁但系我系觉得 work 噶嘛，咁然后就真系好好彩地咧，俾我毕咗业之后咧，我系入咗一间 DBC 数码电台嗰度去做 DJ， 咁但系而家已经结咗业噶啦，非常之顺利嘅。咁啊，顺利嘅人生就去到呢度就暂告一段落，因为我入咗去年半之后咧 ，DBC 就执咗粒啦。执咗粒之后咧，我就觉得好迷茫啦，唔知道自己应该做啲乜嘢啦。于是乎咧，咁我又要钱，咁咪去做下 cafe 咯。嗰阵时就开始会怨啦，哎呀，唔系咁嘅咩？不嬲，我嘅教育就系话俾我听，我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毕完业之后就 send CV 见工，然后就会揾到份你自己中意嘅工噶嘛，唔系咁嘅咩？真系唔系咁噶喎，原来。其實今次我覺得在呢個 TED Talk 入邊最想同大家分享的咧，就係呢段過程當中我的得著。喺嗰刻我最大的得著咧，就是做人千祈不要太正路。我很正路嘅，其實我很正經。我想大家從我的衣著都看得出啦，今天很暴露噶啦，係啊。即係有時候咧，太過正路，跟住世界所俾你嘅規範去行咧，未必一定係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有一句说法我很喜欢的，看书看回来，是我会看书，都说我正路的了。这句说话呢，就是多人走的路未必一定对，但肯定会逼。这个也是验证了我自己过去一些很撞板的 moment， 就是我以为这样就 work 的了，但是原来不是。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我要转，我要转，我可以怎样才入得回电台呢？很难的，圈子很小，这么小的，是的，就是这个地毡这么小的，你怎样入回去，你怎样？想了很久，好啊，不要紧，不要紧，我找不到工嘛，我找不到电台的工，不如我等电台的人来找我吧。於是乎咧，就好似頭先 MC 介紹咧，我開始咗一個叫做一位一唔該嘅 project。嗰陣時我就係希望自己可以一邊 part time 做住 cafe 啦，一邊做 demo 啦，諗啲 project 出嚟啦。咁啊，都叫做有個平台俾大家睇到我嘅嘢啦，係一個
俾人哋去發掘翻，即係其實我有少少諗法嘅，我個人真係，即係獵頭公司嘅概念咯。即係我做好咗自己，我會覺得啊，你哋可能會見到我咧。咁所以其實我都幾同意佢哋阿小樹企嘅話，就係未必有懷才不遇呢一樣嘢，睇你有冇 show 出嚟嘅啫。咁嗰陣時就都係做 demo 啊，然後就做呢個 project 啊，希望咧可以 send 去商台嗰度，希望佢請自己啦。咁而我非常之好彩地咧，就喺我做 cafe 嘅某一日啦，放工咁喺中環嗰條斜路咧，咁啊行翻落去就搭地鐵啦，有少少似情人婦嘅都係過馬路嘅時候咧，我哋商台嘅其中一個監製急急子就嗌停咗我，喂 ，Bonnie， 係唔好意思，我係叫 Bonnie 嘅嗰時 ，Bonnie， 咁我就除低咗耳機 ，Who's that？ 啊、oh, ，急急子，你揾我做咩啊？哦，我哋咧就有個啊，唔係 ，sorry， 急急字高音啲。我哋咧就有個交 demo 嘅環節，咁冇錢嘅，你做唔做啦？咁樣死啦，變咗朱艷強，變咗少爺尖。咁跟住我就同佢講做，梗係做啦，冇錢都要做。咁於是乎就係咁樣交 demo 就入翻去商台嗰度做嘢啦。嗰陣時我自己最大嘅得著就係、是，有啲嘢你中意咧，真係唔好諗錢。但係十年後我會同你講，唔好諗錢住。遲啲先諗啦，嗰啲會得噶啦，會冇事噶啦。咁但係因為咁樣咧，我就入翻去商台嗰度就做 writer 啦。咁其實咧，我第一日去翻工都幾大膽嘅，答咗條問題。因為嗰陣時我嘅上司咧就係方俊傑先生，佢就問我：阿Jeng啊，你其實係咪最想做 DJ 啊 ？writer 份工，我嗰下有少少。卧底的心情，你明白嗎？即是你的底韻是很想做 DJ， 我是啊，我想做啊，但是你請我回來做 writer， 我沒理由說自己不喜歡做 writer 的嘛。那一刻我記得我都有小戴頭盔，就說writer 其實都有興趣啦，即是一向都有涉獵一下文學那些東西啦，即是自己都很有興趣的這樣。但是那一刻呢，我又開始得到我另外一個人生的得著呢，就是夢想不是關愛了，不用太禮讓。於是我就跟他說，是的，其實我最想都是做 DJ。 當你經歷過失去的時候，你才會發覺有些東西原來你是要爭取的。你去承認自己喜歡一件事是很難的，你可不可以承認自己喜歡小樹旗啊？我可以，我喜歡你啊，陳仁富。其實你承認一件事你是喜歡你是很難的，就好像你小時候你想做明星，你想做歌手，你媽都會說不要發明星夢，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是會將夢想的層次放到很低。你承認自己有夢想嗎？發夢吧，你即很多都是這樣的。但是原來你經歷過很難才得到一件事，你真的要爭取的，不是說你自己坐在這裡就有人會給你一個機會。你跟男朋友拍拖，他都不知道你想什麼，是不是？你老闆怎會知道你想做什麼？這個就是一個我覺得是小時候不會想的，就是覺得不要啦、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做 DJ OK 的，即你都會扭令兩句，不啦，青春沒有的啦，我只是青春雀仔飛走了啦，再不來我就沒有機會的啦。即我覺得這件事是大家真的要去想一下，究竟你有多喜歡那件事，你喜歡到什麼程度，你要去爭取。入到商台之後做了一年 writer， 我就很幸運地就開了自己的節目做 junior， 以及被分派了跟森美小儀去學東西，跟祖霸王做 PA。 我很記得第一天開麥的時候，我看著森美小儀，我是說不到話，因為我小時候的時候就是聽他們做電台，即我會投入了，然後呢心裡問我呢，我是答不到的，我是完全呢個人 function 不到，講不到嘢，沒有邏輯，因為沒有邏輯也都被人滴了出去罵。那我很記得有一次呢，就是心裡大哥滴了我出走廊罵了一個小時，好慘啊，是不是被老師罵了一個小時，不要玩啊，還要是走廊，幾咁，即你會覺得哎呀好羞家啊，屈啊，這樣是不是？但是呢，過了最艱難或者最心不舒服的時候之後，就會想起其實大哥為什麼要花一個小時去罵你呢？還要是為你好的，即是他不是純發洩罵我，今天我很生氣啊，我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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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隻，他是為你好的。所以呢，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冷靜過來呢，就要去想一下
其實呢班人如果係為自己好嘅話，你一定要好好多謝佢。所以我都係好多謝心美小儀嘅，可唔可以俾啲掌聲佢啊？雖然佢未必睇到啦，亦都好多謝執我翻商台嘅急急子，我真係形容為係執啊！即係因為我嗰種 worst 嘅程度，我諗大家應該好難想像。即係一定要心存感恩呢一樣係，亦都係我喺過去呢一個電台追夢嘅過程當中好重要嘅一環，因為你只要有心存感恩，你才至會知道自己得來的嘢係好不容易，亦都係好多人幫過你。咁有啲人咧就會好，即係我以前就係嗰只咯。我都要多謝曬咧咁多個曾經打擊過我嘅人啦，想傷害過我嘅人啦，我都會多謝你哋，因為你令我變得更加堅強。我唔會噶啦，而家成日都話咩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係咪啊？It doesn't kill you because you are strong 咋，你明唔明啊？係你本身自己堅強，所以我覺得有好大程度上，除咗要感謝一啲你覺得幫過你嘅人之外，亦都要感謝自己。你淨係講得啱㗎，乒乓波隊教練係講得啱㗎，你真係要多謝自己嘅，因為你去做緊嗰樣嘢，你為自己人生去做緊每一個步驟，都係因為你自己好叻。即係我覺得都要俾啲掌聲咁多位同學仔，真係你哋係值得掌聲噶，好不容易啊！我想講人生真係，所以喺呢一個過程當中，你真係要多謝一啲你覺得幫過你嘅人，亦都唔需要多謝一啲你自己有少少討厭嘅人，係啦。咁因為我覺得如果多謝埋討厭嘅人，好似對嗰啲真係幫過你嘅人。好唔公平，我唔知啊，呢個係咪哲學問題咧？你哋可能下 part 咧，好青年陶陶生就可以去分享一下啦。所以咧，這個嘅過程咧，係真係俾到好多嘅得著我嘅。而呢個心存感恩嘅心咧，係到而家我都覺得係一直去奉行當中啦。咁啊，講到我哋今日嘅 TED Talk 嘅尾聲，係咪好快啊？嗬！我本身份稿咧，我自己寫一份稿咧，個半鐘噶。我本身仲諗住，喂，可唔可以咧 ？TED Talk 出咗上半 part 啦，下半 part 去我 YouTube 睇咁，吊你哋人嘅咩？我真係有，我為咗今次呢個 TED Talk， 我真係有特登寫啲 point form 嘅，因為本身講嘢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自然而然嘅事嚟嘅，但係因為我真係隆重其事有寫咗少少稿啦，咁樣係啦，咁啊我自己覺得就係啦，接納自己有中意同埋唔中意嘅人啦，就好似你接納呢個世界有中意你同埋唔中意你嘅人啦，呢樣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最後都好多謝大家俾我去喺度分享我嘅故仔啦，因為我啲故仔啊或者個人故事唔係啲好宏觀嘅嘢，都係一啲個人嘅經歷，可能對於呢個時代咧冇乜大影響嘅。但係我覺得聽人一個故仔咧係好值得嘅，因為每一個人嘅故事都有佢有得著嘅地方。Steve Jobs 曾經講過一樣嘢，我好有印象，叫做 connecting dots。佢就話：當你走過來之後，回望翻你過去每一點，當下嗰一點，你覺得好似好冇用咧，只要你連成一條線之後，就發覺每一個點咧都係缺一不可嘅。我過去的人生可能都會覺得，好像現在做的事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很迷茫。可能你現在就處於一個這樣的階段，覺得我現在這個站在這個點很怪，不知道怎樣，我覺得自己很沒用，沒用都很有用的。你這一刻覺得沒用，可能將來就會覺得有用。也都要給自己信心，因為你的故事也都是建構我們這個時代。最後都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quote， 這個 quote 一直都放在心裡很久了，就是叫做沒有一種草叫做雜草，所有的植物都是有名字的。在我心目中 nobody is nobody， 你的故事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份子。所以都很希望這麼多位這麼年輕的朋友仔今天繼續可以盡情講你想講的事，做你想做的事，創造一個我們的時代。多謝。